讲到宇宙最强甄子丹的威水史，唔能够唔提返佢喺1995年佢未红嗰阵同亚视拍咗30集《精武门》。讲老实话，如果甄子丹唔系喺套剧集度扮李小龙打得咁出色，相信之后佢唔会有咁多演出嘅机会，咁亦都冇机会造就到今日嘅宇宙最强。套剧里头佢飞身踢碎东亚病夫同华人与狗不得进入呢两块牌匾嗰两幕，真系令人热血沸腾。话说近年嘅甄子丹响大陆好吃得开，就响2010年。香港火拍大陆电影公司找了甄子丹拍出部《陈真精武风云》，片商做上映宣传嗰阵，为了营造大快民心的气氛，就特意整了个东亚病夫的牌匾俾佢踢。对宇宙最强来讲，湿湿碎啦。顶你个肺，顶你个老肺，顶你个老母肺！主办单位是不是玩嘢啊？中国人有句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大家看完这个这么老尴的场面，咪当宇宙最强想搞下笑咁咯。I Cantonese 爱广东话，粤语保育及传承。如果觉得内容啱睇嘅 ，subscribe。